是实在是不行的话呢，你就调到307房间。哎，我在307房间。那是金字楼。女士也有307房间，好吗？都被你逗乐了哈，这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来呀、我都不太清楚什么情况，或者是调到307房间的五号床的上铺。我们的五号床上铺每个晚上都有别的宿舍跑过来，他说空调，他们空调坏了。啊，还有一些环节没有进行完毕，那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不想看，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晚上球赛，让我顶夸一下哈。我那一把就往弄他的 WiFi。好，今天我们每个学员都发一个。你那边如果收到 WiFi 的话，可以试一下。一个 WiFi 就收不到。可以排成过来啊，电话里边有一个。哦，那没办法。因为我拿路由器试了，它那个网络要。我拿路由器试过，它必须要那个江海那边的去认证才能上网。没认证过路由器不能上网。面更严重的时候，如果天上正好有护法正在，然后它也是会核实，等到我们把咒念完。就说念完还会闻到香气，功效非常大，能量非常大，所以呢，给到每位学员一个，然后大家先准备打结了，我来教一个大家，我不是说大家不会打结哈，只是大家打了这个结可能不能移动是吗？不能调节它的长短，我来教大家一个方法可以调节长短好吗？来，师兄给我一个好吗？是藏文，对，看不见。该说怎么办啊？你告诉我这怎么绑吗？这个怎么绑？这个好像是这样。就是这样两头，然后把这个固定到这边，把这个固定到这边，然后可以相互拉。固定到这边。你好了。这样不是会跑掉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就是这样，把它包起来，我给你上一个。你可以看一下。对啊。来，你看啊，这根绑在这上面，打一个结。包好了再给我，然后这边是不是还有一根绳子呢？也这样。打一个结，这边这样，然后它变成这样后怎么打结啊？两边绳子，这根绳子在这根绳子上打结，这根绳子在打结怎么打？我帮你吧。然后就这样打好结，然后另一边，有师兄会问到会不会掉出来？那如果担心掉出来，这个绳头可以留长一点，或者是你们有回家了有打火机啊，可以。
可以把它烧一下，堵住那个我们的这个空气，它就不会掉出来了。啊，哦，是不是所有的学员都已经拿好了？你拿好了吗？哎，可以调节长度，往旁边拉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往旁边拉。好，系好之后，把它调节到一个你认为合适的长度就戴上。戴上，啊，这空调吹的有点凉啊。哦，你那是凉，我们够热。遇到困难就念，楞严咒，楞严咒不是有300多字？好，都戴上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有哪个师兄没有拿？没关系，我是可能刚对着吹，啊，可能对着吹。师傅都打好结了，打好结就戴上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小房纸啊，啊，我们这个咒呢，它是多咒合一的，啊，不只是有楞严咒，还有其他很多的咒。那具体有哪些咒，以及每个咒的它的这个功德跟功效啊，我们在这个纸上都有啊。那大家可以啊，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或者是时间比较多的时候，可以仔细认真的看一下啊。啊，那我们接下来啊，如果您习惯的话呢，就可以一直佩戴这个楞严咒啊，因为它有很大的护持作用啊，护持作用，对。啊，因为楞严咒是咒中之王，啊，或者是你们可以再去了解一下，啊，你们后续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关于楞严咒啊，关于楞严咒。好，那是不是所有的学员都到齐啦？是啊，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个很重要哦。那现在的话，我想了解一下一组是几位学员？14位啊。